迎收看 WTO 姐妹会。人家说我们小孩子啊，每个天下父母亲，小孩子都不愿意让他输在起跑点，但是往往呢加重他的课程，营养补充的太过剩，然后最后输在终点。所以我们现在不输在起跑点，但是也不要输在终点。今天我们看看各国怎么育婴，怎么养到小孩。南美洲的个体，南美洲的身材呢比较娇小一点，那欧美呢就比较壮硕一点，那亚洲呢参差不齐。像我的小朋友呢，今年呢还没暑假哦，春假回来而已。光过年呢，去年六月到现在已经长了10公分了，长了10公分，就可见的在国外来讲，他们饮食到底吃了什么？小孩子怎么长这么快？吓死人了！首先介绍我们医药记者洪淑清，大家好。夏克力，大家好。林真，全世界各国呢，怎么样育婴呢？对小朋友到底从小怎么让他吃什么营养食品呢？为什么外国小孩看起来都比外国月亮真的比较圆吗？我们先看看定爱好来。对，韩国人也是蛮高的，你好像我也是蛮高，我170，笑什么？170，我都170，号称吧。哎，你更进来那么矮呀？你不是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不是怎样啊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韩国人是很喜欢吃补药。我小孩的时候啊，我跟哥哥超瘦的，那我妈妈也很担心。那哦，你们都相信我小孩都超瘦，你们都相信？不相信，不相信啊！给我看照片，有证据。你小时候很瘦吗？你看啊，你看腿都，你看细成这样，你看根本都没有肚子。有，就穿蓝衣服的，对。对对。我哥哥是穿蓝色的衣服，那我那个中间时候堂妹了，她从小都不够多了，所以那么肥。哦，她真的很瘦哎，那时候。对，以前真的很瘦啊，让我爸妈都很担心啊，然后。韩国那个时候，现在也其实一样，他们都去有一个很有名的城市，有一个中药有产地的去抓药给小孩子吃。那你们也知道，说中医就是望闻问切嘛，都没有，直接抓给你吃。那现在都是他没有把脉就抓给你吃了。没有，就是我也不晓得，反正有一个中药来那。韩国人是非常喜欢中药的，不管什么药就有就要喝。那小孩的时候我也很贪吃啊，那就我妈妈给我喝，我就喝我的。那我哥哥就是皮啊，他不要喝那个，那我妈妈又给我喝嘛。那我想说从来没有这样被注重的感觉，我就喝啊，有没有？是不要的东西他又给我两罐。补男的你也喝，补女的你也喝。对啊，补老的也喝，补小的也喝。对啊，反正要喝。喝完之后啊，我是以为他注重我，后来才知道我妈觉得浪费，反正你爱喝就给你喝。好，OK。你看我长高是长高了哈，问题是副作用，就是副作用就来了。你说脸比较圆一点，那种副作用？这就是副作用啊！我妈妈还对不起我嘞，你怎么减肥，脸是瘦不下来的。刚才Sandra跟我讲说，我刚才走进来，她还骂我讲说，丁爱不要再减肥了，你看下面那么瘦。这本身就是这样，怎么减肥也是这里跟这里是瘦不下去的。他因为骨骼很壮啦、啊，丁爱看他的脸，好像觉得身材会很壮硕，结果其实什么？他身材其实身体还蛮标准，就是脸比较圆一点。对，很多人就哦，你原来还好啊，蛮瘦的、啊、下半身。谢谢。下半身。你刚刚讲到是，你刚刚讲说你小孩，你当小孩子，爸爸妈妈是韩国人喜欢吃中药。对，中药。那你对你的小孩呢？我是没有，其实我觉得啦，我觉得我自己学中医也有，然后我自己带过小孩子，然后我自己觉得，其实哦，你们想让小孩子长高，只有你们要注重两个就好了，睡眠，哦，一定要睡觉，九点前小孩子一定要睡觉，那会长高。第二个什么，让他饮食吃好嘛，那韩国人很注重早餐嘛。那我觉得早餐也好，中餐晚餐都重要，让他们一定要吃好一个均匀的那个饮食。欧阳山呢？我觉得这个话题蛮有趣，我们都是孩子长得希望孩子长很高啊，可是孩子高又怎样啊？高到底好不好？我又想到这个问题，结果查资料，哎，确实高就是好。那怎么说？高怎么会好呢？我本来不是那么的想，可是美国做出很多研究，然后他们研究出来，越高的人在社会上各方面都比较吃香。最明显的，对啊，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，平均高的人每年赚的钱比矮的人多了1000块美金。真的？真的？因为你这样子过年不是？那瓜哥要怎么找到天花板？
不是，他讲的一定有他的数据嘛？你为什么高的平均比矮人赚多赚一千万？对他们有研究出来，其实他们会做一些心理上的研究或者什么的说，高的人比较，人家会认为不一定是准确的，可是那个 feeling 那个印象是比较有自信的，比较有领导能力啊，比较有说服力，然后影响比较深，有影响力。我就想到另外一个。也就是我们美国人，我从小长大，人家喝牛奶的大小，你看这个哦，这个我要找好久才找到这么大的啊，可是这个不到一加仑，这个是什么3650毫升，但是美国一个 gallon 是3785，哇，接近了，接近了。那一般来说，这个喝两天。对对，我家我小的时候，我跟我弟弟，我们一天半两天就喝完。对对对，小的时候，以我的印象，我们是我家是没有男孩子，我们是两天三个女孩子可以喝那么多，虽然喝的不多。哇，算不多了。可是有男生像夏克力这种，两天喝一天呢？对，早餐会喝那个 cereal 那个鱼那个麦片加那个牛奶，还有午餐也是一大杯牛奶啊，要喝一两杯，然后在中间玩游戏之后，已经来妈就会给你牛奶。睡觉以前，好像是水差不多了。还有价钱，因为美国政府它是帮助那个 beef industry 农民啊，对啊，它是提倡，所以你知道吗？像我们到学校会给补贴，我们买一个小在 7-Eleven 这边30块一个那么小，在美国那个不到10.1毛啊，不到一毛美金了，就几分钱而已。3块多。这个在台湾都，我是在大卖场买这个，最贵，200多，好贵，真的，200多块。这个在美国不可能超过100台币。所以差很多，价钱。那我们听听海盐的呢？像我小朋友，我儿子的话，小时候体质不是很好，像我小时候都我妈妈用那个。这怎么没听过呢？中国神秘增高妙方大公开，将你晕术姐妹扣一啦！一个月就开始给他们开始慢慢给他们吃东西。我知道他弄得像有点你们买的那个副食品。喂，不要！你先让他讲嘛，等一下那个警察到这个路上还要。巴西牛角汤。喝了就对啦！拿啉这哦，哎，好壮壮，没烦恼暗时哦，没晒光光。小蛋你，喝补水，你那天马上去煮呢，一定爱啉牛卡汤。你今麦刚第四代在卖油啊？我不会卖油，我是跟你讲，跟你讲一遍。那我们听听海盐的呢？像我小朋友，我儿子的话，小时候体质不是很好，像我小时候都我妈妈用那个大骨汤，就是猪的肋骨。然后熬完了，熬成汤，熬到白色这样子，晚上放冰箱，然后冰完以后，把上面的油对结冻，把油刮下去，然后倒到奶瓶里，跟牛奶一起泡，这样泡给小朋友喝。猪骨汤泡牛奶。对，猪肋骨，然后这样泡牛奶，跟小朋友一起喝。那我儿子喝真的有效。然后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喝，我小时候喝的时候还更好玩的话，这怎么你没听过的？猪骨熬成汤，就这样子、啊。那有没有放盐呢？没有放盐巴啦。那放盐巴它就更怪了，这样子都已经有够怪。我们是用白开水，你是用猪骨熬成的汤。对。然后我小时候更怪的是，我妈妈，我小的时候我姐姐身体很好，然后我小时候生出来就是体弱多病，那我妈妈就这样子给我熬，那每天照三餐喝。喝到国小的时候，因为我姐以前比我高很多，那我到国小就跟我姐有分开差距的。那时候我姐是喝她会吐，那我妈想说反正她体质好嘛。那小的时候家里也没有那么多钱，那有一次要考试了嘛，那我妈还是就想说补身体啊。那时候课业比较多，回来比较累，我妈说那照三餐给我这样熬，这样子给我煮让我喝。那喝到晚上真的闻到那个味道就会吐，就会恶心，你知道吗？连着两三天。可是连着两三天我都是这样子，那我妈刚开始不是认为这个，因为我从小喝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反应，那突然间这样子，那我妈妈就觉得开始怀疑了，她就半柯南一连跟了我一个星期，她就觉得我有点怪异，她认为我怀孕了，然后她就跟了我一个星期，看我都是正常的，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讲说你不要给我闻到这个，我就跟妈妈讲我不要喝这个，然后还有就是说
哎，现在真的有差。你这个喝到十五六岁还在喝？对，那我真的有，对我真的有跟我姐姐有差，我跟我姐姐，我真的比我姐高出几公分，真的确实。他在问你是不是用奶瓶喝？我没有，我从来这样喝。没有啦，后来不是说我刚开始小的时候是这样子喝这个奶，后来是我妈煮稀饭，然后也是用这个骨头汤来熬，不管做什么都是骨头汤。这比较像我们台湾的啦，我们台湾都是用大骨汤煮那阿摩呀，有没有？还有那个布拉伊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要特别提醒这个，因为最近他们专家其实不大建议熬大骨汤给小孩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们就发现说，因为啊，那个我们环境里面都会有一些重金属污染，多多少少。那那个重金属，比如说铅呢，它最后会集中到比如说内脏或者是骨髓的地方。所以你等于是自己还亲手把这个骨髓稀释出来，铅把它灌出来浓缩，给这个东西给你小孩喝。所以他说，你与其你能得到钙，其实你从牛奶或者小鱼干啊这些都可以得到，你为什么要用这么毒这么危险的东西去给小孩？可是现在啦，过去到二三十年前不会嘛，那现在因为很多东西到底什么来路不明，说什么有机里面都是有残留一些重金属，对，所以现在真的海洋的深海鱼也不能吃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头也是很多重金属，所以那个有量，他们像现在规定说，你给小朋友吃这个深海鱼，小朋友是不建议，要大一点，大人吃也每周不要超过过量，因为他等于说底，因为所有的东西最后他吃掉嘛，大鱼，那大鱼就会吃到小鱼里面的污染。结果你为了爱他，结果害了他。对，可是你听这个，你觉得我们这个有害？那你听到我妈，你会晕倒哎。像我妈妈那个年代，他们小的时候要长高嘛，那时候那个年代更没有什么钱。是。那老人就有一个方法，说晚上睡觉前，然后门前不都有养树嘛？那东北最多的那个树，晚上睡觉前你就抱一棵树，然后你抱着树，你就说小树小树，你先啊，你不要长，那我长三年你再长，说这样小孩就能长高，你不会晕倒。不要讲，我讲三年你再讲。那他也无害，就是没有无害啊，他无害，他只是发疯而已。他哪有害啊？他只是发疯而已啊。对啊，就是说你要听到你会晕倒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我是那个是自己看书看来，就是说小朋友晚上一定要睡眠充足，早睡早起。但是呢，就是说重点是第二个有说嘛，早睡早起。但是重点是说他要在暗的时候，他那个生长因子他长得比较快，这样子。那我晚上都是把灯关暗。灯关暗，然后让小朋友早点睡嘛。那关暗有好处，就是说小朋友是有长，但是我老公就是晚上就会 K K Q Q， 他晚上他没有习惯就是关暗睡，他一样要开灯哦，他一样要开小夜灯睡。可是为了小孩子就不行嘛，那我晚上关暗睡，那时候晚上你就经常听到啊哦，就晚上没有啊，不是 K 到脚就是撞到头。那时候还好，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在想，是跟公婆住的比较远啦，那离得近的时候，公婆会有遐想，然后再来就是说夫妻多恩爱啊，每天。啊哦也没看得再深。然后再来就是我公婆就是说，第二天就看到我老公不是这边 OK 就那边 OK， 说哦我真的害怕多一个孙子少一个儿子，就每天都会有一些 OK 出现。讲到这里啊，又有一个资讯告诉大家了，前两天的医学报道，不这个常常会有这种医学报道出来，你其实晚上一定要关灯睡，有灯会容易致癌。对，就是灯会影响你的内分泌，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内分泌的分泌会根据外面的光照或一些做调节。对，你真的会混乱你的内分泌系统，就很像一些轮斑或什么，它长期暴露在灯不一样，他们就发现像乳癌或什么风险就会比较高。是，对。其实我觉得这些辛苦是有代价的，我儿子现在确实比同龄小孩子高出半个头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这样讲的话，右边是您小孩对？对对对，没错。那左边是哪一个小孩被你这样羞辱呢？香妮来谈谈。香妮，我们就是香妮，我再去骗你。他有习惯自己叫自己名字。香妮呀，香妮。你干嘛？怎么啦？像你当你小孩应该不会饿到了哈。不会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们也是，我们把小孩子生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大概一个月就开始给他们。开始慢慢给他们吃东西，我们都是用那个牛骨啊，给他熬啊，对不对？一个月，牛骨也是牛骨，但是什么？一个月。有啊，我们一个小孩子满月以后可以开始吃东西啊。太早了吧？我不骗你啊，我们用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拉肚子哦。马铃薯，一个月，可以慢慢。他不会辛辛苦苦。等一下，你的小孩，对，你的小孩拿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有，来来，我不骗你，我们有马铃薯跟红萝卜，对不对？用开水给他煮，给他
给它打捏，在牛骨，对，给它可以用牛骨给它煮啊，对不对？马铃薯跟胡萝卜给它打扁扁的，变成泥，泥啊，变成泥。不能的话哈，也可以马铃薯跟胡萝卜，还有那个大黄瓜，用鲜奶。给它放进去。我知道他弄得像有点你们买的那个副食品。喂喂，不要不要！等一下等一下，让他先让他讲完，我再问你们看看。你可以，你讲，还有我不骗你。现在大家先让他讲嘛，等一下那个警察到这个路上还有。我老大家那边生的，我老公刚到的时候，他真的吓一跳，他跟我讲说，在台湾的时候，小孩子。满一岁以后才开始吃东西。哎，这个真是太夸张了，也没有啦，真的也没有啦，太夸张了，没有，真的一个多月，我妈妈开始给他吃东西。可是说并不会到一年，大概三个月，对，一个多月六个月就可以开始。但是香你，但香你是真的一个月，六个月，一个多月就开始喂了。对啊，就是用一点点而已，没也不会，因为小孩子不会去吃很多，小朋友没有带来，但是真的慢慢开始给他喂那个，还有比如说那个麦当劳。那现在小朋友有没有身高明显的长得比？你看，因为我知道南美洲，南美洲个子他是很娇小的哦。嗯，真的没有看到。这个我大儿子啦，你看我大儿子跟我老公，我老公变成小矮人了。小矮人啊！这个右边是你老公啊？对啊，你小朋友几岁？十九，那个小兵是十九岁，他多高？187呀，187，187。所以小时候就开始给他，哇，这个人家是真的这样养了。他多高？他是187啊，十九岁187公斤。可是我觉得像你小孩子的肠胃比较。强啊！我们一般小孩子，一般的小孩子真的不行，受不了小孩子的，想到达了。但是呢，你用这个给他，也不是说一定要给他吃很多，都是每天给他吃一些。嗯，那我们先听听潘蜜拉好了。好，是我国家的话，这小朋友就长大了，差不多一岁多开始在吃东西，我们就会给他就是这种的一个香蕉。香蕉，让他手上拿。banana 就是 banana， 不是这边长靠了，是这样。奇怪，他养小孩为什么让医生想他拿了香蕉干嘛呢？小孩子长靠的话，就给他吃香蕉。嗯，就是大部分都会给他吃香蕉，然后我就来这边，我儿子真的很爱，就是。真的，他现在真的很。你意思是没有我们台湾没有香蕉给他吃，他就矮了吗？我们台湾香蕉，台湾这个香蕉真的招不他。台湾的香蕉不是真的招不他。你喜欢我头一点芭蕉？我跟你讲，你喜欢的，台湾的芭蕉喜欢的。好，就是给他吃香蕉，还有香蕉这个皮要搞一搞，就给他吃，他就会。搞一搞皮，香蕉皮好了，等一下我给你一下看照片了，就是这种的香蕉，就是很大，知道，很大，然后比较很强。哦，是 platan 哦，哦，是 platan， 这是你们国家香蕉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你在很那个在很那个 platan 哦 ，platan 哦，然后这我们就会烤一烤这个跟皮，然后给他吃，一岁就可以给他吃这样子，每天就是不是每天都给他吃，就是一个礼拜就会给他吃一点点这样子，让小孩子都会长高。啊，现在我小孩子真的很。很矮矮的，你这样子，我们台湾的香蕉怎么要看？所以你们的香蕉真的找不到这种的香蕉，那个不是香蕉。他的意思，他的意思说，我们的香蕉种类跟他不一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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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办法，这个台湾。没有，它比较真的没有，是真的会长高吗？可是你也有是啊，为什么重点是你也有吃你们那边的香蕉，你也没有长高啊？我是，我是不是我不需要长高的，我不需要。你小时候有没有吃？我知道了，你们有。你小时候有吃香蕉吗？你很会欺负人家哎！一样我会吃啊，可是比较很少，就是不认真的吃。要烤要烤就对了，要烤一烤还是用水煮也可以。对，它不是我们大部分就是用烤一烤，然后就这个皮肤就会。变黑黑，就是烤肉还是怎么？就像蔬菜。那吃起来什么味道啊？吃起来什么味道？香蕉，香蕉的味道啊！这是香蕉的味道啊！香蕉吃起来会凤梨吗？这个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姐，我那天去
我最近去奇异果，纽西兰参观，去纽西兰参观奇异果，有那种奇异果吃起来像辣椒。哦，真的、啊。他们最近在发展那个奇异果辣椒，他就他明明是奇异果吃的辣椒。辣。不讲到这个东西，我们也尊重他们，他们国家好像是吃香蕉烤过都会长高。烤一烤就给小朋友吃，每一个礼拜都要吃一点点，这个就会长高。什么怪事都有，还有人这个。但是来这边，我儿子真的找不到，我就找不到这个香蕉，真的气死我了。这个也有一个好处，这个我们都没叫这个香蕉油来这样削皮的嘛，对不对？削皮了以后去晒太阳晒干，他就用像当面粉啦。就小朋友长牙齿的时候辣肚子，这个用热水就给他这样勾勾搅搅，加一点香菜，就是有点香给他喝。我跟你讲，100%，一个小时就不会拉肚子。嗯，哦，就是一种，我们也很多妙方，他们也很多妙方，对不对？提供给大家了。阿里芳尼啊，我就是巴西的小孩，一岁过后一定爱吃牛卡汤，有听过不？牛卡汤哦，对，我们是吃牛尾汤啊，牛骨汤啊，牛角煮汤。对，这个是汤。哦，阿西这牛角，黑牛卡，你看，哇，你巴西是煮的，熬成的汤就对了。对，啊，来这边坑啥？马铃薯还是坑啥？不用马铃薯，因为就是黑牛卡有无，剁个足细块，嗯，啊，搁滚。滚到变安尼，滚到汤都对。嘿，啊，然后给小孩子喝，小孩子喝的。小孩几个月？一岁的过后，一岁过后，因为就是这个作用的物件，小孩子笑的是小细汉的时阵的，那啉这哦，一定会老塞。你做囡仔的时阵，你嘛是安尼啉？我妈妈蛮好过啉。我有没有高？来，向你站起来，都帮向你，我看你有没有。向你比较高啊！哎呦，来，高血压，高血压。欸、要不要多点？哎呦，我要抱抱啊！南美洲他们两个女生个子算高的，很高，很高。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嗯，等一下，宝宝，我还没有讲完呢。我是刚才是对，啊，还有 Missy 安尼啊，迄是 Missy 迄个囡仔家哦，查甫人啊，50岁时阵的心脏病或这种的物件啊，因为就是迄查甫人哦，无哪啉济哦，会好壮壮。没花到暗时哦，要写广告。收蛋的。你八岁时阵呢，一定爱啉牛卡汤。你今嘛敢第四代咧卖药啊？我卖咧卖药，我是甲你讲一个啊。我甲你讲，你今嘛啦，这做刷足侪咧，厂商会叫你去卖啊。那你今咧绝对高强度，50岁手钱要换咧。七天了哦。我等不到啊。江妮，这是什么歪理啊？我梁家的妈妈跟我老公讲说，你们啊，就是从小吃米啊，所以说你们人长不高，都是矮矮的啊。我们外国人都是面条，所以说我们常常高高的啦。现在是我们才批评我们蕉农，现在批评我们的稻农啊。恋爱真是委屈你了啦！哦，你的保养品可以用很久，为什么？我的练得很小，一个保养品可以用很久。他是想要打一个保养品。哎呦！你讲着讲着，我的脸很小，有没有？他讲着讲着，自己多美多美，有没有？对了，我脸大了，怎样啊？以前奶奶很多的方法，比如说给小朋友又喝那个什么椰子奶。椰子奶，椰子奶加那个鳕鱼，鳕鱼，鳕鱼啊！你不觉得好恶心吗？就那个咸的鳕鱼，鳕鱼，跟那个椰子那个新鲜的哦，就那个椰子哦，搞到这里，就是尾巴，它的尾巴跟它的头去煮滚，就这样够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蹲下去。我姐真的会很干，那个肠胃会很干净。我姐的胃会一直吐。我姐还有一个就是说会落晒。那你干嘛老在减肥啊？就是3天落晒，你就会轻松啊。哦，原来这样清肺的啦。不是，就是会生，就是有这个方法。以前落晒或吐出来。不是，就会拉肚子，就帮小孩子有一段时间帮肠胃。白干净，对不对啊？就小孩子会这样的长高的。那不建议大家用，好像豆浆里面加那个，还有猪血糕啊。还有现在是我儿子用的方法，就是牛鲜奶，像那个鲜奶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做了以后就用鲜奶
蛋黄、面粉那个，对，就打汁、打果汁这样喝。意大利面打果汁，对，用鲜奶，意大利面出好蛋黄，出好了，白的，白色的。你们这么懒得咬吗？不是，没有加那个 sauce， 没有 sauce， 没有没有，就是白的。意大利面加 sauce 的，它是白面淀粉。用那个海鲜的那一种哎，不是，用意大利面做好了，对不对？用牛奶加一个蛋黄。哦，啊就加其他的麦片呐，啊就这样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小孩子之后会很强壮哎。对你不要加那个意大利肉酱就好了啦。不用不用加意大利肉酱啊，不用了。不过以前呢，我老公看到我的小孩子这样吃东西，我妈讲一个小话，我娘家的妈妈跟我老公讲说，你们啊就是从小吃米呀、啊，所以说你们人长不高，都是矮矮的。啊，我们外人都是面条，所以说我们常长高高的啦。现在是，刚刚才批评完我们的蛟龙，现在我们的盗龙了。完全尊重，完全错误。但是你们等一下怎么离开，自己小心一点。不是，我一句话都没有。我们还听过一种呢，那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东方人会比较硬，西方人比较软，就是因为西方吃面，东方人吃米。真的，亚洲人都对。你讲什么话了 ？Chris 讲话啦，讲话啦，讲话啦。天哪，各位大嫂，饶了我吧！啊，是什么？我有带来，我刚满月吗？可以啊，没关系，你还可以唱高啊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没有别的汤，没有别的汤。那个贵用那个干净的没关系，就是马铃薯而已。那个是马铃薯跟红萝卜。就给小朋友吃的。对啊，小孩子不要沾到汤匙，我不要沾到汤匙啊。你一个月的小孩给那么大吗？一个多月都没天给他吃一点。每天一个月小朋友吃的一定很难。我们他们家是六个月才喂孩子。有放盐巴的。要放一点盐巴，不是你放很多、啊。他这个叫放一点，我看他洗肾了吧？你洗肾，一朵盐巴已经不错了啦。你放很多，我还要放一点。你是不是忘记了？你都丁凯不会说谎了呢。我不要，而且你有放味精哦。没有，我不，我家里没有在用味精。这样说放一点盐巴，可不可以吐掉啊？哇，好甜哦！来了，我们出去聊一聊，好不好？我不管，但是现在很瘦，我不行啊。过去啊，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代小朋友都要仰着这样睡，就头要圆圆的，哎，头大脸大的，绝对有福气。现在小朋友都几乎都，对啊，现在小孩子几乎有的趴着睡，可是趴着睡又怕窒息，什么样，对不对？Sandra， 你对我真的是我们小的时候，从以前有来台湾，我就是觉得为什么台湾人的头比较大？像我老公，我一直瘦，我放在我脸上啊，对不对？就开的差不多。我老公我大概三指瘦还不够，对不对？头真的是很大，我以前搞不清楚，就是是不是人大瘦也练的也很大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我才发现，我抓不紧的，你看你是意外啊。发现都就扁的嘛，啊，为什么会扁的？我渐渐的生老大的时候才知道，因为我都给小孩用趴着睡觉，然后我婆婆在那边啊，不可以用趴着，怎么样？对啊，可是不行，小孩已经有趴着睡，那个都就不会变，然后就不会大，不会，就是你们把小孩当成是笨笨的，小孩是一个很聪明的，但你不呼吸，他还要在那边死掉，不会，他自己会。可是真的有这个案例发生啊，是真的，真的有案例发生。一定要他自己会抬头的时候，给他让他趴着。因为这几年其实连西方也开始并不建议让小孩子趴睡，因为他们发现会提高婴儿猝死症、婴儿猝死的几率。对对对。然后第二个，在台湾之前就还有人特别卖那种趴睡枕，你知道，就让小朋友趴着睡用。动对对。可是问题是一样是有小朋友趴之后就是死掉。可是这个他们用的那个材质防水不透水，他被自己的口水给淹死了。它里面是后面就是上面放那个防水布。那个布就是孩子不能呼吸的那个布，如果那个洞不够大，所以啊，我跟你说，报告有好多不一样。有的人就是说危险，不要这样子。我上一次已经在这边讲过啊。有的人就是觉得 OK 啊，我现在可以讲我家里的背景，像妈妈给我们的概念，然后我也是生个小孩就是这样子，趴着睡觉。然后最大的原因就是第一都不要大，都会比较小；第二个都会比较严的，都会比较严的。然后当我们女孩子大概过重的时候很爱漂亮。
绑头发的时候，你如果你的头发变的，你这个地方就会打。哎、欸，你这个很难看哎、欸，这个很难看。你说这个很大，还是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很大，好不好？我们的，我们就是喜欢比较小，我们真的是喜欢比较小，所以你绑马尾的时候会比较好看。嗯，这个就是一个妈妈就是会研究小的时候。它是为了小孩子的美观呢、啊，因为小孩子戴帽子也会好看，像我们戴帽子找不到帽子，不是就这样，你的安全帽都找不到了。你看，像我到现在保养品，有时候去买保养品，那个小姐就说：“哇，你保养品买好久，现在才要来卖。”他就说：“哦，你的保养品可以用很久，为什么？我的脸很小，一个保养品可以用很久。”他是想要打一个保养品。哎呦，我你真的有差？真的，你有没有感？你有没有感觉？讲着讲着讲着，我的脸很小，有没有？他讲着讲着，自己多美多美，有没有？当然我大了，怎样啊？真的会有差，你看拿一个面膜来说，听到了没有？敷到小地线这样有没有像？可是另外一定旁边还会有一圈肤水吗？对对对，可就我也有了，我都在考虑要回家问我妈了。没有，丁爱，不用再问你妈，你我们就知道了。对啊，而且你妈当年还有放一个东西把它压住。不会啊，你说压酸菜的吗？我说酸菜，压酸菜的要那个石头。我跟你讲，他俩刚刚小珍说的对了。这个化妆品会用来多一倍之外呢，面膜也敷到这里而已。因为我每次拿面膜给他敷，我都已经敷到觉得哦，不知道要贴哪里了，因为都可以敷得到。已经拉到这样子。他都说，哎、欸，有没有两片啊？劈腿直，却让姐妹发飙。你看我的腿真的很直，很直啊！不相信的过来比一下。对，这就是小时候有包过的，没包过的，看看这都没有包过的。你有啦。没有啦，天哪，没有包过的。哎，你屁股翘翘不过南美洲的。不是来翘南美洲，我连亚洲都翘不过。从刚生的新生儿，我们都会用尿介子，就是说也是像他们这样，但是我们是红色的布，先用水洗过，最环保的。然后包好以后，小朋友的腿要用一个大的方巾给他包紧。对，包紧以后呢，重点是说小孩子以后不会 O 型腿，然后长大了腿型会漂亮，然后这样子小朋友睡觉他不会动，那小朋友不会被吓到。你看我的腿真的很直，很直啊！不相信的过来比一下。对，这就是小时候有包过的，没包过的看看，这都没有包过的。然后是也来来，你刚下来，他下来了。Sandra， 我每次没有抱过了，放这样。对呀、啊，你有抱了吗？你看见了，你有了，你有了吗？天哪，没有抱过的。哎，你屁股翘翘不过南美洲的。对呀，你怎么翘得过他呢？不是来翘南美洲，我连亚洲都翘不过。翘不过。还有一些家长是说，小朋友小的时候鼻梁会怕不高。然后呢？那时候就是说，这是我是回去看春晚才突然间想到这个事情，就是小虎队有趣。然后就是说鼻梁不高，那个妈妈就会用夹子夹。那我们那边就是说，那个妈妈真的是说是我一个阿姨了，她是用一个错误的示范。那个夹子现在有，大家都说什么那个夹鼻子的有软的夹，可是她那并不是，她那是硬的。然后我跟我妈妈刚好那天去他们家附近去买东西，然后我妈说，哎，刚好时间还没到去看医生的时间，买完东西去看医生吧。就说去阿姨家坐一下，我说好。结果一开门进屋子，他们家两个小朋友就跟小丑一样夹在上面。然后我妈一打开门，就以为她在体罚小孩子，说：“哎，你们家孩子已经很乖了，学习都是第一名，然后什么那个才艺班也都是第一名，为什么还要罚？那你们家的这样子罚，那我们家不是干脆要送人的？”然后那妈妈说：“不对，这是小孩子，他们家因为爸爸跟妈妈真的是鼻子很塌。”然后呢，这他夹完以后说真的有变高，真的，然后真的，当时他有拿下来，对，当时他有拿下来给我妈妈看，真的是有高，但是是肿起来，肿起来了。那时候就是以前呢，那时候小虎队，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在那边很红，大家都看那个吴奇隆的鼻子，说真的很漂亮，都要夹成那样，所以大家都拼命的夹。有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睡一睡啊，我那天才看到，我就觉得我的耳朵有一边是比较出来的，因为有时候睡觉，我看，有时候你睡觉。会这样压，所以我小时候我女儿睡觉的时候，我都会帮她顺耳朵，都会顺好，因为要不然你睡睡会变招风耳啊。真的，有时候她会这样压耳朵，压压她起来就会变这样。你现在是公然指控你的父母怎么样？没有，我自己有错，我自己有错，自己错，我自己没有睡好。没有啦，爸爸没改好，爸爸没弄好，爸爸没弄好。你看让她自然生成这样。
对，所以我都帮他顺耳朵，帮他贴好的。对，是是是，所以你看，天下父母贴胶带，对，天下父母心啊，小孩的一举一动啊，对不对？所有的睡姿也好，站姿也好，你看还有担心 O 型腿了，我们的长得已经这个萝卜腿了，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哎，我也不能指控我父母啦。另外呢？大家一直讨论说尿爆怎样怎样，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，你小孩子不爆尿爆的事，你们尿爆他的事也要注意。很多爸妈们就是抱小孩子的时候，有时候这样打开脚这样抱，或者是小孩子这样跨仔这样，有没有？这样也是小孩子都变 O 型腿的。对，要抱。当然，小孩子的骨头很软啊，你就那样抱，就是小孩子会是开开的啊。然后真的，那我们总不能一直把他脚这样。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要抱小孩子的时候，让他抓着顺一点，这样抱就好了。我的意思是不要打开，有没有？很多妈妈就是要打开，或者是这边跨着，有没有？买东西啊，这个多少钱？而且妈妈不是这样而已，妈妈都是弯成这样。对，不是小孩也是会变 O 型腿，他变 O 型腿，妈妈变斜一边。你会看我们都有伤害，有时候抱久了，你这样自己看，那个肚子是这边是这样凸起来的。对，我看小智每次抱的，妈越来越大了，抱的都转来跟人家买东西，那都变成这样斜成这样。对啊，然后我也是一个要注意，然后那个很多人就是抱尿包只关心这个腿，可是你知道很多父母就是要抱尿包的时候拉很高，这个会让小孩子的腰会受伤耶，所以一定要让他侧着。哦，而且放尿布的时候，对，就因为很多妈妈都是这样拉，有没有？拉得很高就会，因为他们的腰不会受伤。我懂他的意思啊，因为你放在这边，有时候呢，你会擦屁股嘛，有没有？擦屁越擦不干净。不要再这样子。擦一擦，然后呢，然后放下来之后呢，还拿那个痱子粉，有没有？对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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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抱着很累，我去看，我也帮忙抱，也很累。后来我就叫他说：“你其实不要一直抱，一直抱也不是办法，你就让他小孩子躺着，然后我们就给他们轻轻按摩，有没有？舒服。对，因为这样顺便我们按到，他们都学到，会促进他的成长也很好。然后说实话，他会笑哦，因为他们虽然小，可是他们很会懂得会。来来，再摸。对啊，你看。懂得享那个享受，所以按一按也不错啦，按得很好。那我朋友去按啊，结果小孩子哭了。那你们要注意什么？因为不要关节，不要太大力。而且说实话，小孩子的还腿是那个什么青蛙腿嘛，结果他硬拉，有没有？对的，所以关节要小心一点。可是我们要轻轻弄一弄，其实对于小孩子，轻轻的弄一弄，对。帮小孩按摩一下，对，好像真的了，你好丑，累死了。你说轻轻的，轻轻的摸在那里，然后有那么重要吗？东西装的多重要，好不好？潘蜜呢？像我们发布了的话，就生小孩子出来都可以放在这个bloom， 我们就是 bloom， 就是 string bag。这种的 string bag， 然后放在小孩子里面，就是变成是这样子一样，就这样子翻。然后小孩子，因为我们怕小孩子的头会偏平平的，还是这边小的这边比较大，我们就会放在里面这样子，放在里面这样子，然后就他就这样子摇，小孩子就这样子可以摇，就是我们就是 string bag 这样子一样，对，因为我们说是小孩子放在这个船嘛，就会一个小时还是30分钟，你要再去把翻过来这样子睡觉，哎呀，把翻过来这样子睡觉就很麻烦，这个蛮好的。对小孩子是等于说没有一个压迫感的，对对对，像我们睡床还硬的啊，对不对？还有是我们，就是不喜欢头圆圆的，但是我们国家有一半的就喜欢头比较长长的，然后就会小时候就差不多六个月左右，就用这个仙子。这种的类似就是仙子这样子，要绑脸了，就要绑这个，就是在这边前面这个。
觉得是他们说是头比较长长的比较很可爱，然后就会用这个仙子把这样子，比如说这样子一样这种的，这样子绑起来，这样子差不多这边到这里，然后就绑起来，然后就会按扁扁的。可是这边长胖，这边扁小，怎么会？这样比较很可爱啊！他们说是这样子很可爱，小时候比较长大就会担心了。其实你从潘蜜拉脸上看到，她这里是窄的、啊。对，很窄啊。对，但是你小时候有绑过吗？有，我妈妈有帮我绑过。她脸是属于长的，像蛋形的，有没有？那香妮呢？你们怎么带小孩？比如说台湾小孩子都是喜欢背的。后面不是吗？都背后面了，小时候我们都背后面了。对啊，都是背在后面，但是对啊，因为我记得这样的话，有我在我的想法的话不全确不对啊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我有问过，他们想说啊，这样比如说一边背小孩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一边会在家里做事啊，干嘛干嘛？等于两边都会顾啊，会顾小孩子，也会顾家里，个比如嘛。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对，因为为什么？以前我讲过。小孩子背在后面，你知道吗？骑摩托车啊，还是走路，背在后面的时候，那个头好像365度在这样子，你知道很恐怖啊。因为小孩子的脖子骨头很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背在后面，小孩子那个头也许往后面，根本会不舒服啊，怕会伤害到这个。我们等于坐后面那个不会啦，小孩子你放心，我们看一个朋友坐车，他睡着会这样。长大都这样。那个是长大的事。那个我是讲过，就是讲过那个小朋友，等一下骑摩托车那个小孩子在后面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像跟那个头盔要掉下来的感觉。向你吐槽，超猛的啦！瓜哥，有时候奶大的时候里面一点点，有时候奶小小的满满的啦，都没有分、啊。谁说的？我奶很多，那个已经过期了，他说不一定没有。为什么我说前面比较安全？大家见面的时候，他假如那个头往后面，你可以给他调。你可以给他放好，搞你的胸部。啊，你的手是很长啊，你可以骑车啊，你小孩子跟你站差不多。哎，就是给他搞这样子做下去。你骑摩托车的话，你一个手你顶旁边嘛，你顶旁边，给他铺好，给他放好来啊。你有带过小孩吗？那你会换尿布喂奶？会。哦，你想好多，我好爸爸，我自己没有喂他了。嘉庆也没有奶啊，有奶吗？他母奶多的嘞。那天我们在等他录影的时候，我就听到那样唰唰，我想什么声音啊？然后他在里面挤奶啊。对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喷出来的那个声音，对不对？他可以，我跟你说，他昨天好像。我喂他，然后他先去挤奶4瓶。我跟你讲，小孩子吃母奶尽量让他喝，真的，我不骗你的。所以说奶大跟小跟奶量无所谓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有的时候变很大哦，因为要放那么多奶啊。我告诉你，有时候乖哥，有时候奶大的时候里面一点点，有时候奶小小的满满的啦，都没有分。谁说的？我奶很多。那个已经过期了，他说不行。哎呦，天哪！讲，今天大家分享这个育婴的一些经验呢。不过小朋友真的啊，年轻人也一样哦。这个不要跟未来借时间，尤其现在沉迷在电脑里面，你看国字都不会写，而且呢，一熬夜在网咖里面2-3天，睡眠才是最健康的。真的，真的，睡眠会让你长高，而且睡眠会让你整个内分泌都正常，而且会减肥，会长高，对，对不对？而且增加你的免疫力啊，好不好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谢谢。快来帮我们按赞，还有订阅，拜托拜托了，再拜托。